宝贝们晚上好，这里是王总的睡前故事。老板滑得怎么样？你不觉得自吹是这运动高手吗？这也太难了，跟打球不一样。好几年不滑不会了是吧？一直都没会过。还没我滑得好了。Can you see my heart?眼睛里，把情话温柔地说，是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候，我的心。老板，那你好多年不用你这老胳膊老腿不行啊，现在滑冰。我这昨天我去打网球，打两个小时羽毛球，一小时羽毛球差点没撅过去。然后那你听说你减肥去了，人家给你让你晚餐吃什么？火龙果。你晚餐吃了什么？昨天寿喜锅。然后火龙果是零食是吧？火龙果就是吃完饭吃，还不如不吃。本来以前只是吃东西，现在又加了个火龙果，上加食。